妹，你听我讲，阮迄工啥物代志拢无做，就是我心情无好，志凯安慰我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五妹，你听我解释，迄天是我一时糊涂，阿志凯嘛啉酒醉啊，伊真正唔知家己在创啥，我唔是超过伊要伤害你的。我认为。你是这个世界上善良、上温柔的人，我伫抓准讲，你真疼惜我，你嘛真爱我，就像是我对你同款。啊，不过不是，原来咱姊妹有遐尼济温暖，有遐尼济欺骗，苏水你提醒我，你知影无？我不敢相信，我不肯相信，我干嘛相信你？你叫我变怎相信？我一世人上亲上爱的姐姐，竟然跟我红世做伙，我上亲的两个人，竟然会晓跟我分背我。不是讲好啊！来，做伙守护对方，照顾对方，一世人，还不是讲好啊？不是讲好啊？安怎变安尼？五妹，是的，你听我讲，志凯也是足爱你的，伊也是一个真好的红仔，所以就想要得罪伊是无？你明明知影伊是你的妹婿。你明明知影你安尼做会伤害我，你干嘛还是做啊？你还是反背我？五妹，我知影我做唔对，不过我真头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家己对志凯的感情。志凯伊真正对我足温柔的，我真正无法度放下。你敢知影我这段日子其实我的心中天，我嘛过到足艰苦的，安尼我咧？你两个做伙时阵，可有想过我？你可有想过，我若是知影，我的心有偌痛，我有偌艰苦？你敢也是我的姐姐？你敢是迄个我最爱的姐姐？你敢是？我不相信，我不